下面我讲中国功夫十问答中，中国功夫打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？两大原则：一，一打胆，二打智，三打坏，四打轰。第一个原则就是打实不打虚，先动手要着手，后动手要接手，不允许空的。第二是打动不打兴，对手站在那里一兴之动在等我出手，我要调动他，让他运动，在运动中找出他的弱点，这叫打动不打兴。第三个 A 主何处，何处打不另起楼灶，对方 A 主我这里，我这里接话发，我找手找对手这里，这里就是找话发，不要另起楼灶。哎，全来了你不管，你另外去想办法，你肯定要输，这叫 A 主何处，何处打，不要另起楼灶。